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我们继续来玩《天命奇遇》喽。哎呦，找到了！莫名其妙。我刚看到有敌人啊，算了，又没有了。哎，有猫，这是为这个红雨局。会水糯米，那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当然是出家人不能喝酒吧。雾远和尚，很强吗？别让他跑了，好像不强哈。看招，绝招吧！哼，看招，妈妈过来吧！哎呦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嘿！接招吧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有机可乘！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耶！这样就领悟了。好，蜜桃、荔枝、哦，我的那个林天师的任务不知道还剩几个级的亡魂酒坛。林天师的对，我买画。哇，还有差哦。干那东西，花那么多钱，他只得到一个消遣点数，一烂死了。
好，我们买别人。烂透了，我还是一次买四个人，然后也是给四个人，就修炼点数更多。好，这我猜的。我们的林天师呢？我们快走好了。我们现在同德堂。红堂这边一个支线要接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坤不够，坤要多少啊？不够，好，之后再来。然后那个猪面在开封码头那边，所以我们先过去，先去找他。车前子。在这，在这，看到了。都走了。林天师在哪里？我要找林天师。在这，还有一个容器。好，我们找那个容器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先接了一个悬赏任务啊，这个神出鬼没了蒙面的啊，我们先去这个红色顶点看一下。啊，红色顶点没有人啊，没有人。啊，这个红色点点呢还有两个啊，我们去那边一下。那我的酒坛还有一个要打破。诶，为什么那个猫上得去？没人没人。好，剩最后一个。这样走是蛮累的。有了，史托格，抢吗？打我啊，笨蛋！这样，哎呀，太大意了！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想不打我？有机可乘。
多大意不得啊。绝招吧！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OK， 座谈。好，我们先快转吧。哦，刚刚终于找到了，在那个碧村阁外面那边。凤凰残羽，装备，攻击力加20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解这个小结，这个酿酒二仙酒。那二仙酒要弄先到葡萄跟鹿耳。好，制作。哦，好嘞，出神入化。太猛了，优质红曲瑞露酒，嗯，好好，这是我们弄高一点，这个我有吗？然后像是跟什么？刚刚像是个跟冬枣，好，这些都是上网查的啊。高粱是白酒嘛 ？OK， 然后冬枣是果酒，冬枣。哎，我没有相纸啊，好去买。这个，好，来，一对是白酒没错。冬枣，冬枣，高粱 ，Go。哇！好难哦，好难哦！我按很快的，哇，好挑哦，这个真的难。啊，这个我很多。OK， 再一次。啊，大家都看我这个在玩这个无为博诶。冬枣跟高粱，那我听到我按的速度吗？啊！好难，好难！一开始又不能按太快。难哦，好，再一次，哎，怎么变三扎九了？来来来，高粱、冬枣，收集杂物的成就，再一次。巷子、高粱、冬枣，耶！
锐度九二，太棒了，小意思嘛。蜜桃酒，蜜桃酒生长度八 ，OK。调酒大师啊，好，这是蜜桃酒，材料是这个。哦，真难。有了。雷霆大刀图纸，粪酒、十全大补酒、金华红跟飞啸酒，请一次给我。OK， 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的高不知道的那个酒瓶。我们先等以后再解吧，我们先去找开封镖局那边的。因为怕那个剧情还是有点长。哦，这边可以一直接哦。通风报信。没接到，好吧，算了。那我们继续开封镖局吧。红杆路上二，然后我们把它踢丢会怎样吗？会不会挺好感度？不会。好，走吧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左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